大家好，我是南华大学林俊宏老师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通识教育是营养学分吗？在往下讲之前呢，先跟大家介绍什么是通识教育。通识教育它是有两层意涵，第一个是指通才教育，第二是指全人教育。通识教育作为近代开始普及的一门学科，它的概念可上溯至先秦时代的六义教育思想，在西方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博雅教育意涵。近代高等学校当中的通识教育思想源于19世纪，当时有不少欧美学者有感于现代大学的学术分科太过专门，知识被严重割裂，于是创造出通识教育这个跨学科，目的是培养学生能够独立思考，而且对不同学科有所认识，以至于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，最终目的是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。从20世纪以后呢，通识教育已广泛成为欧美大学的一门必修科目。那从学生的观点来看，什么是营养学分呢？大部分学生对营养学分的定义不太相同。大部分学生对营养学分的定义，他的既定印象是从学长姐那边听来的。例如学长姐会说，哪位老师好过，哪位老师不点名，哪门课好混，哪门课功课少等等的。初步看起来，大部分的学生对营养学分的共识大概是，老师上课不点名，不考期中考，不考期末考，没有功课，课程轻松，成绩从90分开始打起等等的。从这个角度看来，营养学分似乎可以轻轻松松拿到学分，拉高成绩单平均分数。从这些角度来看，不只是通识课程，各系也有课程也会被视为营养学分哦。从老师的观点看来，营养学分这件事情可以从兴趣、个别差异和练习安排几个角度方面下去看。大家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，会有成就感，有动机，再累再难也会往下做下去。那有些同学说，我对这门课没有兴趣，可能就会觉得不想亲近它，或没有力气往前学习下去。若是遇到没有兴趣怎么办呢？现在流行说打破同温层，建议可以放下兴趣这个成见，当成学习一个新的事情。未来可能也会因为新的接触而接触到不同的人群，可以有新的话题可以聊哦。那老师的观点看来呢，其实通识课才是最难教的，如何让不是这个领域的人也听得懂，他也是一份学问。不是每个同学都会选择高分好过的营养学分，每个同学对自己的要求不同，有些自我要求比较多，可能比较不会依照分数作为选科的依据。有些同学比较被动，比较需要外部的规范和协助，建议这些同学可以多找找导师、老师、同学、朋友，多多讨论，多看、多听、多想，将自己的学习往前推进。从老师的观点呢，营养学分它也可以是一个练习安排。大学的选修课程是自己选择和安排的，你可以把它排成营养学分，也可以把它排成营养不良学分。同学们很会规划自己的时间，例如读书时间、打工时间、运动时间、约会时间、吃饭时间、上网时间、回家时间等等的。哇，大家做时间安排做得非常的好，建议大家可以从时间安排再往前推进一点点，练习安排自己的学习内容。从学习内容角度来看呢，练习让自己安排专属自己的学习历程，这个学习历程会连接到未来的就业、生活
价值观或人生。建议大家可以练习看看，想想看自己到了30岁的时候呢，你想长成什么样子，就安排自己的学习内容往那边走。那要如何做才能找到学习动机？老师觉得只有一个字，慢。慢才会学得透。学习的过程太快，你会觉得理所当然，但因为太快，时间太短，就减少了跟自己和外部的知识体系建立连结的机会。素食吃起来很快很爽，但长久以来会让你失去思考，失去专注，失去深入学习的耐心。建议大家开始练习放慢学习的速度，就像品尝美食一样，细嚼慢咽会让你体会到各种滋味，也会比较容易消化。练习行动，各种大大小小的行动都可以，这个行动会让你练习跨出第一步。当你有第一步跨出去以后呢，第二步就会顺势迈出了。虽然可能前面几步会跌跌撞撞，慢慢调整方向，但是会透过行动，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，学到自己去找到如何才是你的学习节奏和动机。例如很多高中生都会参加饥饿30，大家在参加过程当中或事后可以慢下来想想看，你为什么当初会起心动念去参加饥饿30？那这些行动呢，跟哪些知识领域有关？大家可以开始慢慢把它关联起来。与知识连结，与国际连结，将会深化你的学习动机。过程它是比结果还重要，慢下来思考以及行动，想想看当初的起心动念是什么，练习让自己找到学习动机。那要怎么样才能找得到你的学习目标呢？学习不是学校的事情，是一辈子人生的事情。找到学习目标可以让学习走得长，培养兴趣，找到学习动机，透过不断学习找回学习的乐趣。知识是可以互通有无的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也就是在天地间透过思考的力量将所有的知识串联在一起，达到举一反三，触类旁通的目的。思考可以学会理性，不盲目。思考可以活用学习，课本的知识如果可以应用在生活当中，才是真正落实知识带着走的能力。从这些角度看来，通识学分它才是营养学分啊。在学习过程当中找到学习动机，也就是在大学你要学习如何学这件事情。通识教育又广又博，它可以促进深层思考，可以让学习者透过课程中的引导和反思串接不同领域。它提供了非常多元的可能性，让学习者练习深层思考和跨域连结。在过程当中，大家会开始慢慢收敛你的学习方法，去芜存菁，这就是大学教育重要的地方。不管你在大学有没有顾好你的课业，找到你的学习动机、学习热忱，愿意找到一个可以花心力去探究的事物是绝对必要的。就算它跟你的本科系不相关也没关系，因为它会让你未来的路走得更远更长。找到学习动机，它会让你看到更多的选择，让自己成为能做选择的人。介绍一个网站，台湾通识网。台湾通识网里面网罗了许多大学里面非常精华的通识课程，内容丰富，又深又广，非常适合大家学习。
里面的教材全部都是通用 CC 授权的，大家可以下载下来看。这边有 QR Code 以及网页的连结、啊、大家可以去看，或者到 Google 搜寻台湾通识网，也可以找到相关的网站。通识教育可以营养丰富你的人生，让知识的底蕴更加丰厚。希望大家在通识教育找到如何学的途径，让自己的学习可长可远，找到自己学习的道路。谢谢大家。